发现这是一个很宽阔的领域，是一个人们都需要接触不认识的一个领域。熟悉北美生活的人都知道，投资理财的行业是新移民首选热门行业之一，很多人也都自称是理财投资专家，但是做顾问的多，做代理的多，真正像唐伟珍这样亲自操盘的却不多。而且经过股票市场大浪淘沙之后，能够依然坚持在正面汪洋中执着前进，且从小身板变成航母群的人则更是寥寥无几，而唐伟珍就是他们其中的一个。好，动一动鼠标。哎，对。好，再动动鼠标，对。是有一个窗户在里面，全看出来的。是一个人们都一般的人看不出来会看出来。熟悉北美生活的人都知道，投资理财的行业是新移民首选热门行业之一，很多人也都是录像的。录像录像照片我一会儿带你拍，或者明天带你拍。然后现在去查看一下那个笔记本，笔记本上查点东西。哎，笔记本上面我们实际上是除了这个电脑以外，这个去现在晚上就开门，但是不是太多人。那没关系，你就随便找点东西，然后再过来查。这边搞不好了。可以这么说，唐伟珍在金融投资方面是一个无师自通的人。也许有人不相信，其实翻看一下他的履历就可以得知。从上大学到最终在加拿大获得生物学硕士，他的研究领域始终在农业和生物方面。在他1987年离开中国远赴美国的时候，中国的股市还没有开张。对于住在当时中国的唐伟珍来说，股市和天方夜谭是一个概念。坚持不懈的努力啊，在山之中里面，我觉得这书里面我们讲到了有很多很多。好，再回来。再回来到这边电脑。然而他对金融的热爱和强烈的兴趣是原有专业和原有工作经验所无法逆转和担当的。他认为自己在金融上的悟性和思维方式和当今世界金融业的大亨巴菲特是完全一致，所以他们开始为其朋友买基金。由于收益显著，所以一传十十传百，唐伟珍为钱生钱的神话从他所在的多伦多病人医院传向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找他做投资的人已经发展到100多人，资金也从当初的4000元迅速增长到400万，其中盈利近100万。这对一个刚刚完成学业还不如加拿大社会的新移民来讲，说是个天文数字一点都不过分。科学技术改变世界，我们更需要用财富知识来改善，就完善我们的这个生活，这种世界。
这个可能不行。啊，没关系。那没关系，没关系。刚才那话题。